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是国家的记录保管者。在美国联邦政府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文件和材料中，只有 1% 至 3% 是由于法律或历史原因而重要到该局将永远保存的。这些珍贵的记录被保存了下来，你可以随时查阅，无论你是想看看他们是否包含你的家族历史的线索，需要证明一个退伍军人的兵役记录，还是正在研究一个你感兴趣的历史话题。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签发的核证副本有以下类型：如果这些文件要拿到美国境外其他国家使用，就需要先获得认证，美国国务院负责对上述文件签发认证。若文件使用国是海牙条约成员国，在美国国务院完成海牙认证后，无需后续步骤，可直接使用。若文件使用国不是海牙条约成员国，则还需要继续完成后续的认证步骤，即在文件使用国驻美国大使馆完成领事认证。